好，我们越南用这个，你们有这个吗？我越南老婆教我老妹儿学习中文呢，看，聊什么呢？你俩？聊说话语。说话我是不是？哎呀。妹妹有什么好的说？别听你姐姐的，啊，学点好的，别学坏的，知道吗？听到没有？知道为什么？她坏的好，你姐姐知不知道？好的可以听，不好的不要听啊。嗯，知道了。知道了。今天买了一个网，和我越南老婆去河边撒鱼。哎呀，把我的脚趾甲盖子干没了，你看一下，老婆，嗯，好疼啊，怎么办？妹妹，看一下，十指连心啊，哎呦，老公，你脚那么痛的，我帮你吹一下就没有了。好，你吹吧，吹一下。啊，听说口水，老婆，听说口水可以消毒。然后呢？没然后。大家好，我喜欢睡觉的时候喝一杯奶茶，我知道会棒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很喜欢喝它。老婆，嗯，你这两天和老妹鬼鬼祟祟干嘛去了？这白天不见你们。学舞蹈啊。学舞蹈啊？那来 solo 一段，我看一下。OK， 来吧。我妹妹跳得好呢，不错不错啊，有点意思啊。